龙年行大运哈、哦！来来来来，别炸，别做爱心的，龙来，龙来家哦。包括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等人变身叫卖哥，卖力叫喊，吸引爱心民众前来购买。这是岁末年终，救国团特地号召基隆市团委会各区伙伴以及相关单位，在基隆港海产楼餐厅外举办“福洛送爱，传爱台湾”的爱心义卖公益市集活动，义卖所得全数捐赠给社福机构，帮助弱势族群。各区的团委会，还有我们基隆市的那个民传学习中心、光华学习中心，以及张耿辉议员服务处，我们共同发起“福洛送爱，传爱台湾”的公益爱心义卖的市集。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公益市集，来获得大家的物资还有募款，然后把这些的款项捐给社福机构，让这样的一个小爱，个人的小爱变成一个大爱，传爱台湾。有爱心的市民好朋友共同来响应啊！我们在这边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在新的一年龙年行大运啊，好运通通来。包括基隆市长秘书张汉哲等人也亲自来关心响应，许多民众前来捡便宜，挑选自己喜欢的物品，同时也发挥爱心，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民众。记者吴俊松，基隆报道。